又是第二名，又不是第一名，神秘阿媽鬧啦。黃志強同學，今次咧黃志強同學考到全班第一名喎，我哋俾啲掌聲佢。全班第一又咪全級第一，做咩咁正？梁永永同學，又覺得唔識表情，唔識又考到全班第一，呃人嘅你都。虽然我冇人行得咁好，但系我今次都有进步咗啊！我快啲翻去同阿妈讲先。